啥呀？车重要还是人重要？嗯。那个，昨天晚上我睡着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听不见，哎，白道歉了。不过我昨天晚上睡着，应该不会发生什么事儿。幸好我睡在沙发上。要是我睡在床上，他会不会跑到床上来？不会。我说今天天气真好，看蓝天白云的。哟，小两口和好啦。怎么不解释啊？别人还以为我们是真情侣呢。别人以为是别人的事儿，是不是是我们的事儿？也是，那你不要以为是啊。看路。哦。那明天晚上七点，我们契约继续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你也赶紧回去吧，路上注意安全。你是怕我摔倒吗？不是，你快回去吧，我也走。